欢迎来到学用数学，数学有用。好，这一套是一个四次多项式的分解。一般四次多项式呢，分解都有一些小技巧。好，像一般我们都会用什么 S3 等于1来做个快速检查。那这里的话呢，我们代换完之后呢，就会得到什么 x 减掉 12x 平减掉 13x 减 12， 再整理呢，就得到负12的 x 平加 x 加1。好，那的确呢，好，那这边 S3 等于1，其实这边就是 x 减1乘上 s 平加 s 加1。好，所以呢，这里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有什么，有这个因式。好，就是今天 s 如果有这个因式的时候呢 ，S3 等于1，那接着呢，它就可以化简，那这边呢就会得到是0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原式呢就是可以把它分解成 s 平加 s 加1，接下来再比对系数 s 平。那这边呢再减掉这个12。好，那接下来呢再来凑项。好，这里有什么 ?X3, 这边没有，所以呢我要再减掉一个 X。那接下来呢就接下来再来凑项。好，接下来再来凑项，这里有 X3, 这边没有，所以我再减掉 X。那对于后面这个式子呢，也可以再分解成 S 减4跟 A 加 3, 因此答案就是 S 平加 X 加1。乘上 x 减4乘上 x 加3。